这是梅西人生中第一个球。那时的他才五岁，被外婆带去看足球比赛。当他知道缺席一位队员后，拉了拉外婆的衣角。啊，我俩不会火熟。外婆立刻叫来教练，想让梅西上场。教练觉得梅西太瘦小了，怕别人伤到他。外婆却强烈要求，说梅西跑得像子弹一样快。教练犹豫了。教练最后还是同意了，他只想凑人数，但梅西给了他一个惊喜。当梅西一拿到球，就开始奔跑，迅速过了几个孩子，射门进球。所有人都跃起来欢呼，他就像一个神童，总有办法过掉所有人再进球。教练看得目瞪口呆，让外婆以后每天带梅西过来训练。回去的路上，外婆给梅西买了双运动鞋。Shorts 时长有限，订阅我，不迷路。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。